回来了，怎么了？有个生意，我要去外地，很远，很久。在生活和情感都那么单纯朴实的年代里，当自己所爱的人要出远门的时候，女人都会亲手为他做一双鞋，因为他们知道此去千里颠簸险峻，一双亲手缝制的鞋就像片刻不离的陪伴，更是深情款款的关注和呵护。而在这个移动已经成为生活必要的时代里，千里奔波早已是一种惯见的平常。人们走得愈快愈远愈广，比以往更需要片刻不离的陪伴和责无旁贷的关注与呵护。因为我们无法替每一个人缝制一双又一双的鞋，所以我们用同样细腻的心思和态度，为每一部车精心打造一个最值得信赖的轮子。早点回来，你安回来。专注，只为让你安心。马吉斯轮胎。